大家好，我是拿万阿修，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次我主张。你说他叫我们去读的一些历史，因为作者都是这样子写嘛，他之中已经有一些错误的，其实你不知道。我很想要就是说，就是能够再把历史重新再去翻过一遍的话，其实你会更能够了解历史上面错误的东西。这样在创作开始，其实那个时候都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就是说想要跟用历史的这个部分，就是来做创作。现在我觉得就是说，那么多会写歌的人啊，那么多会做音乐的人，其实你们能够把那个历史的这个题材啊，能够跟那个跟音乐上面做结合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这样我觉得是应该要透明化，它要透明化，而且要让每个人所有的人让百姓们全部都知道这个事情，然后而且让百姓一起来参与这个分配的事情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才比较公平啊。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更在这个土地上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其实我们应该要更团结。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理想，都有梦想，那我们把这个理想跟梦想，其实我们能够把力量聚集在一起，团结在一起，那在我们的土地上应该要做的事，唱我们应该要唱的歌，做我们应该要做的创作，把那个力量聚集在一起，那个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个成就。